Hello， 我是 Jacky， 今天表演一个非常好玩的魔术给大家看。我现在这里副牌，我请小副帮我抽一张牌，好了吗？啊，把它放回来。观众选到牌，现在呢，我来切个牌，拿一下牌，看好。我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方法，把你的牌找出来，跟手指头，一、二、三。上半部的牌飞走，这张牌就是观众选到的梅花二。